好了，我们今天出去深圳湾人才公园。今天是11月1号，好像是深圳的人才日啊，所以人才公园那边会举行一些什么活动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对，无人机在准备啊，在哪边看好看一点无人机？在徐公桥那呀，那个桥。那边是桥那里拍的。还有新虹桥。对。那里留了有个媒体那里架电那个镜头拍的。哦。对，这边的无人机在那里还没有准备好。点灯亮了亮了，在那个后面全是无人机的准备，在台摆在地上的。早上好多人呢，走啊，你们在散步吗？走啊，放天线了，大学小的主任，香港中文大学阿里，来了，能看得到月亮那个里面的坑吗？华歆山？那都看不见，看不到，那看到啥？看个月亮。今天是10月1号人才日，这也是深圳的人才公园，所以要来这里就今天举行了灯光秀，还有那个无人机表演。来了，我们今天就特意跑过来拍一下这个视频，给大家分享给大家。这些信息呢，一般它不是因为现在疫情嘛，所以它不会通知所有人的，也不会发公告的。我们通过小道消息，对了，今天有灯光秀，所以就跑过来分享深圳的生活。OK， 好，拜拜。